只小熊在跳舞，呼啦呼啦啦。好，各位 ，OK， 固定进入进会员。台湾的总统是马还是陈水扁？新台湾习近平。乱一下，入围区吧。没事啊，我觉得到时候再整理吧。我先一个一个念下来，到底入围有几个？我先数一下哦。我想看一二，你想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二七二八啊！干真的太多了，这真的太多了，有太多会让其他评审烦恼。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三、四四、四五题，干四五太多了吧？我不需要砍，这我真的必须要砍。很抱歉了，你们不是必须入围，我数了一下四五，这必须砍。我必须要至少再砍个，我必须砍，这一定要砍，兄弟们，真的很抱歉，这一定要砍。虽然我直播到很晚，但这真的需要砍。我认真吧，我认真吧，我认真的砍吧，我认真的砍。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刚刚以为自己入围的，我这边致上我最大的歉意，对不起。总统是爸爸还是爸爸？哦，没，这交给我吧。这个再看有点普蓝调，这个有不知所云，但是我觉得普就普了。OK， 那、啊、你有想帮他讲话吗？那一朵云是不知所云吗？他的画面，对对。我的台，我正在播放的节目就是我教大家怎么爱车车车，左边一个车车，右边一个车。你知道你要上诉吗？帮这个考虑吗？我觉得还好，但不知所云蛮好笑的。他如果从头到尾只放那朵云的话，哦，对哦，以画面来讲的话，就可能更能够懂，然后可能影片压到五秒内之类的。OK。那我们现在最后留的。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哦，那铁道的也掰吧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先留到这边吧。感谢你们这些优质的作品，感谢你们这些优质的作品。十二部吧，我已经努力到十二部了，从原本进来的四十部，砍到最后入围的十二部。我最后念一下入围的名单，各位部长，恭喜！以及我们的 Jeremy Maker， 你的西兰喝西兰到西兰喝西兰红茶。OK， 还有我们的 Brian， 恭喜入围。然后我们的 WSD。以及亮君，啊，我们的阿瑞尼斯，新窟，还有我们的新可，跟放火的一天，还有我们的宝林，跟，喂，这不是很棒，哎，跟羊驼、草泥马、凯特，还有最后的阿里布达，这些人总共入围的人呢是一二三，我再最后确认一下哦，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总共十二人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其余淘汰的人，在这只要是在这里面，你们都已经很顶了啦。只要是在这里面，你们都已经很顶了。我今天真的非常痛苦才做出这决定啊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，就是、欸、我家本来有四只猫，现在剩三只、欸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一条刚把网路线做断了。靠北，好哦。人真的很棒，我的超人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要关台了，我要关台了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累了累了，拜拜。好了，拜了。哎、欸，阿斌，你哦，等一下，我关台再说好。拜拜，拜拜，各位，拜拜。感谢今天各位收看。